山洞。我那时候看到广告，看到广告在唱 KTV， 然后他在唱一首歌的时候，我重复放他那个甩头放了好几次，我直接闹着，我有看到，对对对。嗯，你们知道唱歌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我头抬比较高，然后或者是我如果眉毛就是往上啊，或者是闭眼睛啊什么的，但是我没有看过甩头甩到闹成的。我不是我那时候就想说，这是什么我没有看过的世界？然后我就觉得哦，好酷哦，为什么这么用力？然后就看到狗狗说他闹着。我这样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怎么更？等一下，我只讲一个字，听起来像骂脏话。更感动。不要讲那种很可怕的东西，再甩下去会不会到时候 vlog 头都是歪的？你们这样子讲，跟才妈说什么我吃西瓜子肚子里面会长西瓜有什么不一样？不要吓我，好可怕。之前坐在蚊香右边，他每次甩头过来更的时候，我耳膜都要爆，更感痛。